双倍 score 了，惊了！今天双倍 score 了，即日上线到2月9号。今天加载怎么这么慢啊？来了，日常正好激活，完美，这就是完美时机啊，朋友们！靠，日常行动有，日常行动他们队伍已经有了，可恶！啊这，你呢？哎，但是还是来人了，我把这个任务接了。靠，他这算了，我先进去了。他这速度有点快啊！来了，老哥，先让我穿上我的甲，别着急啊！这人穿的像个废土大厨，大家看，对不对？靠，这不会是绝命毒师吧？绝命毒师吧？哎，我看他这么开，我是不是啊也应该表示点什么呀？他这么开饭盒，我是应该也应该表示些什么，对吧？生活就是这样子，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吃个早饭，然后呢玩几把狂野飙车9，做一下每日任务，然后呢来辐射76来做一下每日任务，把该做的事都做完，然后呢上 Minecraft。 但如果有上课的话，有上课或者作业的话，那么这个行程就要打乱了。只是一般闲着的时候是这样子。今天是隐身敌人。都看不知道在哪里啊，尴尬呀。是得了什么病呢？辐射蠕虫。啊，这都没换。
按错了吧？提出交易可还行？我靠！一瞬间刷出四个机器人来，直接震惊。看他。对了，别忘了一件事情啊，朋友们，不要忘了用这个，对不对？做这个挑战。完成了。手雷轰炸！把手雷都用了。还以为倒了呢，也不知道他发这个表情啊，他应该是死，然后复活了。啊？什么群啊？不对吧？我没有收到。你是没有写认证信息吗？该账号存在风险，请谨慎操作，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该账号存在风险啊？他说你的账号存在风险。什么情况？
为什么你的账号存在风险啊？现在这一身多专业，再也不用用 BB 小的那个难看的要死的绿光了，真的太丑了。反正就是不给我，兄弟会左腿，不，兄弟会左臂，反正是一个肢体，具体哪个我都没记了，已经懒得记了，死活不给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我要把这个队改成休闲。原子壁，那你要和毕设说吧。但我倒没遇到过这。Fine, last, if you can get excellent, I can.他这边所有的都买了，可以滚。但是金子我们还是要交给基金会，我才不给掠夺者呢。土匪休想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金子，我一个金条也不会给土匪，全都给基金会。靠，怎么突然爆死了人呢？啊，这。听说过那个对肥皂上瘾的人吗？他现在很干净。靠，这些冷笑话也太冷了一点吧，冷的我直接是汗毛倒立的冷，冷到这种程度，感觉像瞬间进了冬天一样冷。能写出来也算是人才，真的，能写出来也算是人才。可以升级了，你们觉得升哪个？升魅力还是升耐力啊？我看一下，我这边，耐力，其实是不是该升哪个呢？该升感知吗？但是感知这儿有什么卡是我需要的吗？感知。感知。感知这里。要不点什么？点荧光苗，不对。点，这个有了。尴尬了。
感知这是点什么呀？靠！传奇辅助能力，要么先加这个吧。不对，这个要150，不对，都不能升，这些都要150了，不是100，我记错了。算了。烤烤肉，看一下今天的挑战。与其他玩家交易一件物品，吃战前食物，完成一项事件，收集瓶盖，拍摄一张照片。简单简单，这个是真的简单。我们先吃点东西。什锦蔬菜汤，这俩炮弹是怎么跑到我的库存里来的？靠！与其他玩家交易一件物品已经要完成，真完成。其实我觉得我最好给这些枪改个名字，大家知道为什么？这样方便我找，对不对？这样方便我找这些枪。那怎么改呢？就这样做的。比如说我们第一把枪，我们点山洞 V33 等离子投射器。哎，为什么这个不对啊，这个排序不应该，靠。哎，为什么啊？它这个默认排序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它这个默认排序难道不应该是因为按照名字来的吗？哦，是的，你要重新来，你要重新点一次就对了。原来如此，你要重新点一次。山洞 V33 等离子投射器，二双弹双弹阿帕拉恰雷霆加特林，三。三等离子加特林 Legacy Plus，
OK， 这样子我们的武器就排完了嘛，以后我们进来就都是默认排序了，一二三四，很方便找，非常方便找，以后就应该早就应该这么办了，真的早就应该这么办了。谁在打 啊这死妖怪，靠，拾荒人都死了， fuck。基地被袭击了，吃战前食物，吃战前食物，吃。score 完成，收集瓶盖，升级，完成一项事件。哦，这样。火车站，我的家在山峦的那一边，看来不对，这个东西我是不是有了？被诅咒的鱼叉枪，我记得被诅咒的鱼叉枪、铲子、鹤嘴锄，我全有了。这两个属性是一样的吧？低40%，90%重量，击打伤害，这是固定的。看来，那就不要了，我就收藏一个就够了。卖一卖，没有用的东西。还有什么升级？
完成一项事件，和冬天拍摄一张照片。我们马上就要99期了，然后等明天我们就满了，明天我们就可以满了，其实很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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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要满了。那边怎么有亮光啊？我有点好奇。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靠，这是什么艺术品吗？不是，你们看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管道啊？这什么啊 ？What the fuck is this？ 我靠！这怎么有个管道雕塑？我惊了！这牌子上没有写什么，这牌子上是空的。啊，这是什么灰堆艺术家都出来了？靠，绝了！就真的是艺术家，你看这边还有各种各样的那种，我靠，吓死了！这真的是个艺术家 ，shit！在这里搞雕塑，我服了。在哪儿不好，非要在灰堆搞雕塑玩？这是什么样的勇敢精神？Camp 槽什么时候到啊？这样子的话，我就可以多建几个家了，我就可以爽到了。毕设能不能赶紧把 Camp 切换槽搞进来？真的，等出了 Camp 切换槽，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建，给它建满为止。它出几个槽，我建几个槽。然后呢？他以后说，如果槽位能用原子买的话，他出一个我买一个。除非他是没上限的，我觉得不太可能。肯定还是有上限的，不可能让你无上限的能解锁的。否则我真的能重建整个阿帕拉契亚。真的 ，Camp 切换槽什么时候上线啊？今天几月份了？两月份了，2月15号左右能不能上线啊？2月中旬，能不能把这个 Camp 切换槽给做出来？我一直都没打过激流弹，因为我。不想刷溶剂，懒的，因为我懒，所以我用的都是普通核心和普通机枪。
这里有雪鹰，说明应该就在附近了。乖乖交出来。哎，追捕来了，来得正好，追捕。我们马上就能升到99级，解锁避难所大门了。避难所这个门，我还要想想应该放在哪里。出来了，解锁了，解锁了，解锁了，等级99了，爽到了，爽到了，这下是真的爽到了，明天就满级，明天就100级，赛级通关直接。第三个零氪通关赛季。第三个零氪通关赛季，接下来我们要去拍摄黑熊小屋，但是赛季通关以后，我们的目标还是没有完成，也就是我不能退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金条，因为金条装备我们还没有拿齐，所以我不能退休。我每天虽然赛季做完了，但是还是要上线来做金条的。也就是其实废土客告诉大家一个很残忍的事实，这个事实你肯定自己心里是知道的，但是一直没有人跟你这么说，就是你的废土课实际上并没有100%完成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里没有废土课100%完成所有武器装备改建都拿到的吧。我也没有啊。金条就是废土课的内容嘛，如果你金条没有都拿完，废土课就没有100%完成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去年年初的更新到现在我也没玩完，说实话。这是个残忍的事实，朋友们，仔细想想，废土课到现在都没玩完呢，其实。他先把那只鹿打死了，导致我吃不到鹿肉，靠，可恶。格拉夫顿镇建在提加特河谷的岸边。提加特河谷，我靠，我才知道这个地方的名字，大家看到没？这个谷，这个谷
这个骨这样子的，这个骨叫提加特河骨，这一条提加特河骨，靠，我以前都没有注意，原来这里是有名字的，提加特河骨，地图上没有写过，因为只有那个生存，只有加载画面里说过。啊，我是要拍照，对不起，大头照，来笑一个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这是大头照，免费大头照，你怎么不要呢？拦截猎人，解决前掠夺者，前掠夺者跑到那里去了，跑到欢乐谷站那里去了。为什么我以前穿的甲这么破烂啊？为什么我以前穿的甲这么破烂？我才发现，不像现在这么整体。他是不是跑到，我靠，他跑了，他又跑到那里去了 ，shit， 还要去追他。现在这套甲多帅，不像以前穿的乱七八糟。其实辐射鹿肉我够，不用再拿了。他跑哪儿去了？他怎么又上去了？回来回来回来，别跑了。哎哎。Did Roxy send you? About what? Yeah. 结束了。哒哒。加载两分钟，任务二十秒。这多。关键是76的地图太大了，你要不快速传送能你要，如果有人能坚持玩辐射76不快速传送，我直接佩服他，因为76没有载具嘛，你不像 GTA2077 你不快速传送没问题，我说 GTA 也没有快速传送，我说2077你不快速传送没问题，我2077从头到尾就没有快速传送过一次，我全是亲自开车的，但是人家也有车，这辐射76也没有车，你不可能不快速传送，否则人家来一个核弹，你从地图那边跑到这边，靠，女王都打完了，对吧？如果你真的想体验真实生存的话，这就很尴尬呀，没有载具，甚至没有飞鸟，如果有飞鸟也行，毕竟辐射4有飞鸟，如果能坐飞鸟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也 OK 啊。其实飞鸟完全可以加进来啊，就是说比如说你加入英克雷以后，英克雷准许你使用他们的无人飞鸟，然后无人飞鸟可以把你从 A 点运到 B 点就够了，实际上我觉得就把四代的飞鸟系统搞进来就 OK 了。为什么飞鸟没有？很奇怪，因为飞鸟完全都做好了，明明，结果76又把飞鸟给去掉了。四代最大的一点特点就是第一次有飞行载具，你是可以坐的，你是可以自由指挥的，这么说吧，你是可以指挥它，你要去哪它就带你去哪的那种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76又没了，
否则坐着这个飞鸟横跨废土，在上面架把加特林机枪，哎，多有感觉。甚至还能做空战，还能做空战事件，就是两队玩家分别上两架飞鸟，然后飞鸟由 AI 控制在空中飞，你们的目标就是击落另一方之类的，这种应该很有意思的。靠，或者打女王的时候允许呼叫飞鸟然后登上去等等，多有意思啊。靠，完成。哒哒哒哒哒哒！我当年玩辐射四生存模式的时候，不是生存模式，是生存 mod 过的生存模式的时候 ，mod 是允许我快速传送的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快速传送过。为什么？就因为辐射四能用飞鸟，能用飞鸟就很有意思，特别是生存模式。当然，生存模式本来就不允许你快速传送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打了 mod 以后，他就让我快速传送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也没有快速传送，因为飞鸟每次掠过这些建筑、掠过废土的时候，还是非常的漂亮。我每次都静下心来看一看废土，但是七六就没有了。其实七六的废土比辐射四的更美啊。七六的场景水平绝对比辐射四进步了很多，在辐射四的基础上更细致了地图场景的设计，但很可惜不能从空中看是什么样子。我就住在这身衣服里面了。可以设定成玩家在的飞机联动和平模式吗？这个很简单啊，就是如果上面有玩家的话，那个玩家是和平模式，那这架飞机也是和平模式，你打不下来了。如果那个玩家关了和平模式，那你是可以打下来的，这个应该很简单啊。毕竟辐射七六本来就有无敌 NPC 的设定，也不是谁都能揍的，所以这个肯定没有问题。他这边的笔记是不是要买完了？快了，大家看，掠基金会那边我们已经买到了所有的金条设计图，掠夺者这边我们还差最后一个药店背包改装件，其他的全部到手了。等明天，两天，对，应该要之后，反正这个掠夺者买完之后，我们就要前往79号避难所开始买光79号避难所的所有储备，这是最难的一件事，因为79号避难所里有很多装甲，一个就要1000，1000就是五天的金条，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每一天都能去买几个设计图了，因为79号避难所里的可不是开玩笑的，对吧？我现在要回家看一下我的避难所门建在哪里。
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。我每次从这个方向看我的家，我就不由自主地说出这样一句话：好美呀，好废土啊，对吧？我这个家实在是太符合废土风了。太废土。实在是。我们好好的把动力甲停下。附属币我再也不会干第二次了，真的。附属币我以前干了一次，我再也不会干第二次。那个东西太恐怖了，靠！你让我同时干两个赛季，我也不愿意再干一次附属币，附属币太变态了。好不容易干了一次，就放弃了。太难了，那个应该是我可以这么说，童子军的背包任务是辐射76最难的任务，没有之一。最难的不是打女王，最难的不是发核弹，最难的是附属背包，这个太变态了。附属背包实在是变态。我们解锁那个门，对了，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今天76最后的任务，大家看，就差最后一集了，朋友们，就差最后一集了，我要拍张照留念一下，马上赛季通关了，明天就是我们赛季通关之时。啊不，后天，有可能要后天了，因为大家也看到了，这个刷新还有两天，刷新还有两天时间，那后天就是我们赛季通关之时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扇门长什么样子。这门在哪儿啊？嗯？哈勃渡口，哇，这个门好漂亮啊！重型避难所大门，大家看，重型避难所大门，靠，太帅了！哈勃渡口门口有一个火车，有一列火车，火车的头上有一个汽笛，让你去点那个汽笛的。我靠，这个好帅啊！我要换一下看看。重型避难所大门。哇，我去，你们看这个门，呼呼，我靠，这个门太好看了，我去，这个门太赞了，这个门甚至还有气，它甚至还有气雾，但是我方向装反了，方向装反了。哇，这门是真的好、哦，这门是真的好。这门是真的赞，真的赞，这门太棒了，搞得我想多放几个，靠，真的，这门搞得我想多放几个，因为它实在是太帅了。
对不对？我靠，这门实在是太帅了。天哪，安了以后这里还能用吧？能用就行，别挡住了就好。能用都能用。太赞了，太赞了！这个门里面也可以用吧，而且。对，这门这里面也可以用哎。重型避难所大门，靠，这东西还会亮！我靠，这个门的细节简直是爆了！这个门你打开的时候它还会亮的，然后它里面的气阀也会动，我靠，太炫了，无话可说，真的无话可说，这个是真的无话可说。我要把上面那个，等等，这怎么办？稍等啊，啊这。诶，我把这个往上面放一些呀，这样。不行，太挡住了，过来一些，这样 OK。帅爆了，76，三级锁 ，over， 重型避难所大门。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这个门呢？我看看啊，看看里面，这个门实在是太赞了。这里，但这样的话，需要用替换大法了，看来。替换大法好，穿模了可还行？这可不行啊，不能穿模。如果不能穿模的话，我们就需要改一改这布局了。要移过来，这门太帅了，这里呢，有没有需要这扇门的？
该没有。好了，那么我们今天的七六直播就到这儿了。所有的事情我们也都做完了，我们赛季99级的奖励也放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。下午的话应该是播一下 Minecraft。